首歌，不管你来自哪里，我们现在都可以在这首歌里面得到救赎。这首歌献给你，献给我，献给大家，献给这个场地的所有人，献给工作人员，献给台中，献给你们这些乐迷们的 fuck it。 你们要做什么随便你们，你们想怎么展现都可以，因为我知道从这边离开之后，每个人都会先入隆中得到光明。谢谢。